有重大特务嫌疑的铁蛋，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天桥地区，上级给我们下了死命令，杀手枪可以拔出来，但是绝不能让他的子弹射出来。这同志，我怎么来了？抓住他，他就是罗文辉。这回你总不能骂我了吧？是彻头彻尾的大混蛋！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听的，就给我投一票，我肯定豁出命给大家办事儿。啊！